们这一次的夏季艺术节所有各个项的意象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云林县的意象是以戏台为意象。来讲这是布的也够用，都是卡在时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戏台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小时候印象。唔知大家会过会记，卡在你热天的时尊，看到咱的大戏，看到咱的戏台，准备要来演出的时尊，就是在我们最重要的各个庆典。而在庆典当中呢，那个人看到你庙口有足侪咱的卡在人讲的这个七头咪啊。啊，包括有我们的行烟尘啦、打弹珠啦，还有很多很多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值得大家来回忆的小时候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戏台的印象重新来做一个打造。卡萨呢，更为出将入相，代表一些结婚之后，同时也是我们戏台给予人家最深的一个印象哦。那今天呢，有我们的凤鸣斋国乐团也即将把我们整个戏台的一个概念搬到舞台上。那么呢，也借由我们的后场亮相，正式的来进入我们的异想时代。欢迎凤鸣斋。Thank you.
讲台湾，说台湾，台湾的故事是讲未完。讲到咱的庙口，就是咱的人文一个发展地。今天的农业社会，来开始把我们说的一个科技的时代。曾经呢，在你们记忆当中的戏台，在云林县，你们还可以在北港朝天宫看到戏台。哎，到底咱的妈明山定安宫看到咱的戏台。这个戏台承载的是我们的历史故事，也是大家印象当中代代相传的一份传承。从我们的庙口开始，人文的展现、人文的变化、历史的走向，都是在在代表咱台湾人的精神。尤其咱的农业社会，看到咱口罩伫过年过时，在这个热闹的一个街口，大家共享天伦之乐。哎，讲到天伦之乐，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在我们的戏台头前住着这一户大户人家，如何来享受三代同堂一同来打造的天伦之趣。